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 Tina。台科 EMBA 年年爆满的一门 Word 课 B 加 C 系列来喽。在学习完 A 系列的课程之后，你已经掌握 Word 的基本功。那接下来 B 加 C 系列要学什么呢？在 B 系列课程中，我们分门别类整理了近百个快捷键。有了这些快捷键，你就像拥有了一本快捷键的字典，让你能随时索引，并加速你文书作业的时间。而 C 系列的课程中，我们将带你认识 Word 的必学秘技，像是样式的套用、多层次清单的建立，以及目录、图表目录的生成等等。你还会知道，在编辑长文件时，到底要注意哪些文件编辑规则，以及如何透过不同的功能来优化文章的逻辑架构。在学完这门课后，你不用再花太多的力气调整文书，而是能更专注在内容的产出。台科 EMBA 年年爆满的一门 Word 课 A、B、C 系列，都设计了课堂例题的讲解，以及牛刀小试的练习时间，带你从基础到纯熟，让你从细节处脱颖而出，也让别人从细节处看到你的真功夫。你准备好一起加入我们了吗？我们课堂上见喽！